好，而家就係一個接故事遊戲，個題目係黑夾飲酒係唔會醉。好，十秒，三、二、一，開始。何永健又名黑夾，澳門冇人唔識佢，因為佢飲酒係唔會醉嘅。有一日，佢咧就去到一個士多嗰度，咁啊見到一個婆婆啦，咁婆婆就問佢：喂，係咪口渴啦，靚仔？我呢度有啲好嘢介紹俾你啊，分別有青島啊、藍莓啊，仲有喜力添。不如你買翻三兩單，加士伯啦、威士忌嗰啲嘢先啱你噶嘛。但係佢先發現咧，威士忌裡面咧冇加士伯呢個牌子喎，咁樣咧就帶咗佢去咧 Max Talk 度啦。點會幫人賣廣告嘅，死咯！因為你嗰間嘅鋪頭咧。就是免費有啤酒飲嘅，咁但係咧一定要身高矮過165嘅男仔先至有得飲。咁何永健咧，全澳門都冇人可以好似佢咁入到去免費飲酒噶啦。於是佢就終日流連呢一間 Max Talk 嗰度啦。因為咧呢個老闆咧，佢亦都有一個好靚嘅老婆嘅。咁佢老婆咧條酒咧真係誇張。話說佢係著住三點式去調酒，大家睇到血脈沸騰。兼且又有幾滴汗滴落啲酒嗰度，完全係充滿住女兒香，好多人都想叫一杯，而何永健亦都嗌咗杯 Driver Tilly， 先襯得佢一個咁唏噓嘅頭髮、咁唏噓嘅眼神、一個豬肉佬咁樣嘅角色，去到一間咁樣嘅吧度咧去飲酒咧，真係咧上心落事啊！然後佢揸住嗰杯就一步一步行埋去三點式嘅老闆。嗰度見到佢咧，心口原來係有一執毛喺度嘅，哇！喂，三點式嘅老闆娘啊！你唔接到個三點式嘅老闆嗰度嘅心口有執毛，我都話佢兩個死硬啊！好，第一下我先啦，喺佢右邊啊！哎，試下啦，落啲嘅地方，落啲嘅地方，落啲點？哇！冇住先，翻翻出嚟先。啊！sorry， 都唔係啦。好，預備，三、二、一，開始。三點式嘅老闆娘嗰度，而老闆娘咧亦都攞起佢嘅玉手，將個杯喺度揈啊揈，同啊揈到外婆橋嗰度咧。咁啊，其實咧，外婆橋就喺西環附近嘅一條細嘅橋嚟嘅。咁佢嗰度有啲乜嘢咧？就有龍哥嘅龍。汁同埋有呢個外婆喺度喎，因為龍哥嘅龍汁咧係人間極品，所以有好多外婆咧就特登想攞啲翻去俾佢哋啲孫仔釘啦，因為咧就會快高長大嘅，咁啊好多嘅澳門人咧其實都冇名而去啊，咁其實漸漸咧呢度將會成為一個景點。而呢一個特飲咧，正正就係產住呢啲龍汁啦。特飲點解咁好飲啊？就係每一日。阿Gap咧都喺度飲，所以阿Gap唔醉嘅原因就係飲咗龍哥嘅龍汁。我話你聽啊，飲咗之後身體好，好似我咁矮啊，但係都有好多營養喺個身體入邊啊，簡直唔需要高咧都可以信服到所有人咧。佢係一個天資聰明嘅小朋友啦，因為咧，唉屌，真係好渣，好渣，你真係有搞錯啊！喂，不如呢個就揸嗰啲龍汁。好，每人一個揸龍汁嘅方法。龍汁，我練啊，好簡單。把你的討厭轉轉變成心底。哇！我導演，得啦得啦，喂，得得 ，keep 住保持，係簡單啲。哇執呢一個秘方啦，因為咧呢個秘方咧，通常因為一個人咧提取嘅汁咧係有限嘅，咁所以睇下佢哋點樣可以提高呢個產量，然之後就可以咧係量製化咁去生產啦，咁然之後咧就可以暢銷埋去海外添喎，咁啊所有嘅外國人咧都飲到好大隻，就可以上市啦，藥廠之後又可以發大嚟搞，再擴充，再去 IPO 之後再去分拆。咁嘅嘅時候咧，藥廠嘅老闆咧就好似食咗偉哥咁勁啦！哇，好硬啊！好
好多人咧都見到咧，哇！佢咧做呢個藥嘅心情咧係非常喂屌啦！我覺得何永健又真係太離譜啦！我想輸兩個啊！我覺得有啲古怪咯。輸兩個阿龍，我藥廠話有啲拗頭嘅。佢有我咁勁，我咁多汁講咗三次啊，大佬！唔係，等下先，我移動眯埋眼啊，移動下你先，移動下你先。好，一、二、三。最後三秒，準備三、二、一，開始。喂，講到邊啊？二、一。飲到好大隻，然後個個都強身健體，而從而之後呢一種酒俾咗一個新嘅超級無敵澳門唔會飲醉嘅酒，係啊，個個大隻佬都去咧挑黑夾啊，但係黑夾都係冇醉都係贏嘅，咁最尾咧全個世界就冇再飲醉嘅人就冇醉駕啦，啊幾好啊！黑夾咧就唔使再喺路環度咧拍歡樂馬駕休啦，從而就可以咧同阿龍哥咧一齊咧玩一個咁開心嘅遊戲，咁咪認識到咁多外星的朋友，因為地球的朋友他已經認識了，了所以他要開始就外向外遷移認識火星月球的朋友了。耶！好嘢！好嘢！好嘢！馬介休真係驚！